摄影机聚焦的一刻，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。拍电影非常的好玩，而且让我非常紧张。我讲了，我在中间体验了太多我过去人生没有办法经验的事情，跟一群很有才华的人共事，都是我最享受的部分。因为知道拍电影真的不容易，所以我现在看其他电影的时候啊，会去思考啊，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分镜要这样子下，所以常常出戏。我觉得这个转变不是很好。每次拍完电影之后，都觉得不要再拍电影了，就是一直太累了。但是又过一阵子之后，都觉得说又好想要拍电影哦，因为真的很享受跟大家一起共事的感觉。透过电影，他们与你一同成长。大家好，我是九把刀，引领潮流，闪耀二十，卫视电影台生日快乐！